解说站分享快乐，大家好，我是宜宾，欢迎来到宜宾解说三国杀观视频。本期视频呢是一个无国的视频啊。首先看主视角的选项框，其实每哪个国家配合起来都好，但是主要是一个卢素和二庄比较好啊。卢素配合谁都可以啊，配合一个太史慈可是一个刀流，配合一个周泰呢可以进行一个稳定的耗时，没有什么一些技能限制啊，对耗时的一些限制啊，完全一个周泰的布局就完美解决了。配合一个二张的打团战是绝对一个一流的一个组合，我个人选择一个周泰和鲁肃。这篇录像呢也是我自己打的，今天晚上打的。体能力，骑鲁肃和一个周泰一个不死大师的组合，得到一个完美的验证啊！鲁肃周泰绝对比一个僵尸猴强多了。僵尸猴的武将配合僵尸猴孙坚和周泰配合起来。只能是一个被动防御啊，而且这个时时面临着一个不屈上限啊，不屈经常两个不屈或受到一个不屈的一些危险啊，经常几个不屈就能 game over 了。如果打势的话可以进行一个大洗牌，我个人选择一个鲁肃和周泰，这个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，这个组合绝对是在国战中国战组合当中绝对是算得上是前几名了。好，游戏开始。主角选择我选择将是选一个鲁肃和周泰。开局手牌非常好啊，三张杀啊，可以防三张南蛮啊，前提是国战中必须有三张南蛮。以逸待劳，一号位看着以逸待劳，手牌并不怎么样，顺一下二号，这我并不怎么推荐，可以顺一下八号做。雷杀，他又过不了你了。凌波微步，好，直接一张九杀，跳出一个五号，杀一个五号位，跳出一个人一来，顺手牵羊，完美手样，抢得了。二号也是一爆火，算一下一号，也没有下子手啊，没有过拆，还比较理智。估计是真帝王的表现时间啊，六波就是经济强，手量。好，又三号扫没行动。若流风之回血，三张 A 啊，两张 A。我看一下一号，看来不是，看了一下不是一个魏国。乐不思蜀。估计真女王有什么脾气也发挥不出来啊！有些人就是迷恋真女王，觉得这个可能是觉得人气比较大家都一样，觉得这个女王能力也比较强大，有一个大洗牌啊。其实女王的洛神洛鬼啊，今天叫洛鬼啊，没什么好牌啊。一看就是杀闪，就是黑山啊，闪电什么的，没关系。我捏一条什么过河拆桥，顺手牵羊，没什么好牌啊。而且就是一个简单一个洛神，而且没什么作用。在国战中是这样，在那个军争中是这样，在国战中更是这样。只能说是他比军争中这种飙风暴的武将当中实力显得稍微强一些，没有太好。啊，军事中那个什么那个一 v 一当中啊，那次好不容易玩一次一 v 一啊，这真女王的能力更是又是下降，又削弱了啊。这是他那个清国是来一张黑色装备啊，装备区的黑色装备啊，我当时就醉了啊，当时选一次真机，我当时就后悔了啊。我主持要求一这套神装啊，三张装备加一个三张杀，我们亮起不屈，心里稳稳的。火攻啊，这也不是贵国，典型的是一个，在国战中经常是一个仇魏啊，对魏国是比较仇恨、啊。入侵，其实真正敌人常常隐藏在幕后。杀，比如说我是吧？杀，像我们这河南可亲的人，也是经常不会这么经常挨揍啊。杀，哎呀，杀，哎，杀，杀啊！基本我们虽然我们没有闪，但是我们。不会来什么太多的知天意逆天呐，表好像捅一下诸葛亮，看来跳一个魏国的身份还跳。而且先看一下这个三号，当时这个白好跳练 A 啊，三血放 A 明显是一个魏国，三血的武将放 A 明显就是在找团队的节奏，召唤队友经常如果你不是魏国的话，你开 A 的话那基本就是有点逗了，你经常是吴国或者是一个群雄可以让 A 之后群雄还不行，蜀国可以经常是一个不管是不是一个魏国的武将，比如说吴国三些武将放了一张 A 之后直接蹦出一圈三四个魏国的武将来，魏国的武将一个个的也是
目光饥渴啊，哥们儿等好久了，终于盖过上场了，这就一波一波转之后再碰上曹操啊，一 AOE 放出来，直接又是把前场一个打残的节奏啊，再配上几个啊，其实魏国的个人能力啊并不算太强，他只能是一个靠卖血完成一个战略防御体系，和吴国的这个团队配合起来完全是一个是两个级别啊。在国战团战中绝对是倒数第二啊，倒数第一是蜀国。就一开始啊，杀决斗一下诸葛亮啊，诸葛亮决斗一下啊，看来是有桃子，耍一下不太好，二号没有选择动，哎，动也动不了啊，啊，左右一个空城，一个加减满，估计这个甄姬也是毫无选择，要和诸葛亮死磕，但是没办法，老诸葛就这么有魅力啊，稳如泰山啊，一动不动，两黑一红，我们终于摸到闪了。啊，刚才我玩的几局啊，此乃驱虎熬一个小局君越，死罪可免。哦，还有个逃批，我以为要给他劫命了，一个逃批，无懈可击。啊，在国战中，国战败中有一个一句话叫做，你牌再多，能力再强，也跟不上的，也比不上魏国的一个屁。诸葛亮也是犯的没脾气啊，直接给翻过面来了。这个魏国打魏国的能力，好吧，一个主公还是比较疼爱诸葛亮的啊。哎呀，我的小朋友怎么能让你们欺负了是吧？一些晚辈的还不知道尊重老人是吧？故意留刘备给诸葛亮的排位比较不错，是个徐晃，徐晃配甄姬比较好。人是铁，进行一个空排。哎，没有乐我们啊，没有逼我们。无中生有，无中生有。这样。百万剑留一下也可以，但是收割人头的时候还是比较好。九和刘大布啊，谁能挡我？啊，徐金将九杀直接带走曹丕啊，这个估计是够呛啊，这个是个魏国。我给我翻过来，并这一方面啊，手牵。其实我对曹丕的这边看半天，其实对曹丕这个武将呢，其实有些不太喜欢他，毕竟他血量太薄了，而且。只见一个翻面啊，如果队友不太多的话，他的翻面就显得有些有些特别的乏力啊，但配上一个荀彧也可以，其实两个武将的技能并不算太单啊，在国战我估计这个如果打团战的话，这个曹丕和荀彧绝对是一个这个突破口啊，如果是突破口，曹丕的一个这个血量或者是这个防御技啊，常常是一个空城状态，或者是防御牌非常紧缺啊。啊，经常是遭到别人击垮。其实这个国战中打曹丕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错误，在国战中经常有些人觉得曹丕哎一血了那么好揍，就一起去揍他，结果忽略到魏国其他一些防御性比较薄弱的武将，或者没有什么好牌的武将，对他那个魏国进行一个团战的一些了解一些错误。好，开始，尽你之手与他一搏吧，进行一个偏点，进行一个偏多量。我估计他就逃了，不然不会这么拼啊！观今夜天下，这主播也被打的一点屁事都没有啊！你看，直接给打上一血啊！空城怎么样啊？好吧，这两个组合也是，直接一个回合一个英姿啊，三号也没选择动啊。这个诸葛亮说的对，一个杀甄姬，不该杀一个好皮啊，这副的组合也是啊，亮瞎眼啊，造的双眼。仿佛心若青云之蔽月，这是个魏国，还不选择亮将，过河拆桥，翻一下吕布的不要怪，唯一的吕布是就被这个甄姬死死给控住了。过河拆桥，我们还有个桃子，南北黑了我来可擒，送死你去，送死你去，死罪可免。秉军之命，手牵退之节。其实当时玩的时候，我担心在三号是个魏国，没选择动。只有四号也是个魏国，因为三号是四个魏国，这个场上比较好，比较难控，而且是蜀国眼看就要崩了。别看在五五，蜀国的血量比较高，就崩就一会也是。好，一个桃花啊，这是我什么麻烦什么动啊，带不动就不好玩了。来来来，北方小孩给一个吕布，
给他们以和为贵，以和为贵换曹操呢，因为曹操刚才先让 A 在 A 对我们是比较伤害比较大的，而且是能够配合魏国卖血，所以比较好诸葛亮换过来。诸葛亮是铁定不会开的，搞了一个三号跳一个黄莺与他一搏吧，拼点拼吧。他只要秉忠贞之志，我翻过来亲自的行动，打一下这黄莺。哎，各有不屈，各不怕。知天意，逆天难。看诸葛亮和孟获能有什么，行动啊，行动。魏国现在是领先的，也是有些虚啊，毕竟兵粮寸断，兵一下就火杀，限制一下他。体血飞服，飘忽若神。杀一下，乐不思蜀，这就对了。以德服人，为贤为德。你这，哎，刘备，你这牌完全没必要给黄月英啊，你这真是，哎，你给黄月英又不行动，你万一他死了之后的牌直接成曹丕的了，是。子建，我去。啊，这么快就跪了吗？以德服人，还给我们啊！然后刘皇说：“管的是人德无双啊。”这个月英说：“还给个毛线啊！”仿佛心若清，我们当时呵呵了。这徐晃还在哭呢，这明天三个主还在哭呢。你这是怎么样？你这是玩什么？不是逼着我打你吗？是吧？吴昊梦中杀人啊！曹操又那袭上 A 火攻。你打我也打你是吧？现在但是蜀国明显明显三个武将，他在等着，而且你这刘禅一行动，估计对我们这个魏国或者魏国的这个防线上有些很大的伤害，估计魏国是挡不住，我觉得是挡不住，所以限制一下蜀国，三个人是吧？人数上比，起码要限制一下。一个吕布，早睡早起，那个老头你看，我去。闪我去啊，这 A 这个蜀国比较虚啊，一两血在这 A 还比较伤啊，你说啥闪关闪？观今夜天象，知天下大事。诸葛亮表示要先做掉我。如果好头和吕布在场上表示有些危险，他万一在进团结之后，南蛮入侵，这就是一个被埋的。杀！你这样开 A， 头上没有血啊，这个杀。我去，你曹操故意我点错了，没点。为贤为德，以德服人。啊，刘禅和刘备这伙，以逸待劳，感觉这么逗呢。无中生有，这刘备张翼敌可怜起黄铜了。我去，这是要一波爆的了，一波爆的节奏啊！铁锁连环，没有连起来，啊，没有连，而且呢又连着一，没有选择一个。匆匆连起来，又连上我们了。雷杀！如果来个九杀就好了，这稳定是带走一个蜀国。你不天下人，休叫天下人悲剧。这黄莺的乐，我也是醉了。我选的手还不错，你看这乐真乐个曹操，你这我曹操立马行动，你这乐我有什么用啊？这是我就一个人。爸爸是刘备，这下回合我打不打你还不一定啊，这是。这黄莺打牌有问题，里边有什么问题？吃我一击！有桃子有什么用啊？有桃子经过这么些人揍了吗？这是越来越差了。仿佛是我现在已经是从刚才那惊天一连到现在已经是一个悲惨结局，就像决斗。这黄莺现在有桃子不能用，我投降还不行吗？埋上闪吧，我们现在血量比较低。虽然我们有不屈，但还要低调一些。打一下诸葛亮。诸葛亮就这么悲剧了。火攻。啊，说好的一v七呢？残局反杀呢？以逸待劳。啊，这两张以逸待劳，魏国的也恢复起来了。断其粮，贼可擒也。没有选择亮不屈。来来来，哎，见面被乐了一半。哎呦。只用不动也可以，看他们的无懈可击。我曹操又给我打个无懈，越老这话说丧尸的。把车存在我们张翼敌可怜其不太快了，取得真金没有黑还不够。好了，我们来这量一个补缺，万险摸牌，过河拆桥，一输二，
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。杀！好又好又又被黄云打了。飘摇黄云还有若流风之回血。我现在就是我们一个外境的时候了，是个逃了，绝不会倒下。现在不去让你回回来，闪！一个外境，万箭齐发。现在我这边可以把狂兽打上一个残血，好操不敢卖。浴火重生，看没什么好。梦中杀人，现在得有个真机，两张牌到手。到了。现在这个局面就好像玩一个，就好像玩一个什么，就好像玩一个。早睡早起，主内伤一敌，别人都是零七版，都是一个主攻，一个南蛮，逃跑是比较虚了。第一张万箭放下之后，这没什么防御，估计得会，这是个九和九。我们在这个地方为什么没有选择一个不屈呢？你不屈之后一直是个不屈，所以你没有逃了。你喝酒的话，还可以回到一个不屈前面的状态，这样起码你可以存着一张牌。至于为什么，比如说你一血的时候，比如说你两血的时候，是不是有酒有逃了？为什么你先喝边的时候，你为什么要先喝酒呢？先是逃了，先是逃了之后，你又回血能血进来。酒是救急用的，不是一血的时候使用的。这概念在国战中，不是国战，在军争中这些基本的游戏概念也更清楚，在玩的时候非常重要啊。常常是一石独成千古恨，魔鬼，季节是魔鬼。他是老头，我也是老头。但老头，其实那老头，其实我们个人的操控完全不亚于任何一个角色。但是我们笑呵呵的啊，常常惹人怜爱啊，一双细细的眼睛啊，常常说话也比较好，也令人喜爱。这华硕就不一定了，华硕一剑三绝之能力，我去，太残暴了。黄英未必能单挑过他，我们也打他还有些虚。只要他存牌，四血无疆，只要存住牌。咱们派那个冰凉分段才可以实施的回忆一些，这个太恐怖了，所以我们还要黄英打一个吕布的话，也限制一下吕布，必须限制啊，不限制我们打不过去啊。拿去莫跟哥哥。当时我玩的时候觉得这个老仇被乐了，觉得被限制住，所以该限制一下黄英，因为觉得他的能力有些，他一个回头乱的能力。其实这个黄总和黄英能力也可以算是一个小波发流。但是相对而言，它强度也是相对而言，冰凉寸断，有点闪。而且这个乐不思蜀，早睡早起就牵过了，方能养生。我说没有选择动，又回到两血状态。下一个再不动，还剩回到三血、四血。我们又选择一个还不够，统统连起来吧。也渐渐的卖一下吕布。来来来，我绝不会倒下。你办。你们这一个周泰配合一个大师，这已经不屈之后，这个手牌一牌一血一牌或者零牌的时候，这是一个无脑耗尸，这些手牌几乎是自己的。耗尸的技能就是，你可以多冒两张牌，用你的手牌大于五，将一半的手牌交给另一名手牌比较少的其他角色。其实简单一说就是，当你手牌一牌和零牌的时候，就无脑耗尸。就这种简单概念，基本就换牌的。现在吕布好不容易把吕布打上一个残血状态了，现在就是把对吕布就穷追猛打。相对而言，这个黄英是打不过我们的。黄英的过牌能力多大？我们一回合就来一个五张牌，技能绝对比他强多了。就是一个，你说一个黄英打得过一个元兽吗？是吧？打不过。而且我们是一个而且是一个不死的元兽。大家不要因为这鲁肃在国战中，在军争中常常是出场没几分钟就那么跪了，就是因为他太嘲讽了。但在国战中可能是对他无中生有，知己知彼，直接决斗，神挡杀神，消耗我挡杀佛，我们还得消耗到一起。有酒，好吧，那没办法。越老越要老头嘛，他不杀他，他能力恢复。伤一敌，可怜其百。黄英老师能选啊，只能选择一个杀佛。他不能把两个人都打太太紧，他控制不了。拿去，顺手牵羊，顺羊杀啊！如我所愿，杀，带走你。吕布是必须死，可能。无论这个大师有多么嘲讽，必须带走你。你能力太恐怖了，每回合一回血，每回合一回血。特别是四血的吕布，全身这个吕布。配合上任何一个四小姑娘，其能力都是，能力都是乘以二的。
我们手牌非常不错，先拆了烟台的武器，现在烟台的距离，爆发也爆发不起来，我们先回回状态，通通连起来吧，连吧，这没距离，你去的手牌先，杀杀，好吗？那你乖乖，小心，伤一敌，通通连起来，以逸待劳。过河拆桥，这拆我们距离没问题。伤一敌，可怜其百。他也没有伤、啊。这黄眼，这群所以、这黄眼也非常鬼啊！他为了防止我们有一个耗时嘛，趁我看完两排的时候就不动了，他在攒状态，攒好牌进行一波爆。可惜他，但是我控制不住。好吧，还留一张酒。你看他有牌子都不出，他也行、啊。我限制一下我们的地区，这个乐不思蜀。我教你为死，因为你两条命，至少还不分。来来来，见面分一半，杀！也死了吗？就跟数钱似的，兵粮寸断。两分，哎，直接又回状，回满状态了。哎，你怎么打？你怎么打？南蛮入侵，任何一个武将都。匆匆连起来和这个鲁肃抗衡，是啊，你回复的不错啊。拿去拿去，过河拆桥，哥哥客，这牌阵仗太好了。这吴国的团战能力，这个鲁肃和周泰啊，无论是团战还是个人啊，其单挑能力也是绝对是非常的 bug 啊，非常强大。打着有空的时候能有所组合的话，一定要选择的组合，简直太强了。火攻，就懒得用啊，直接开上万箭，看看有没有闪。这黄金本来就是太好了，没有八卦，没有闪，什么好牌，没什么黄玉牌，两张牌才过了几回合，这个直接打下。这黄铜直接，如果逆反过后就是个渣，你这么过呀？这个黄金是不是来一张锦囊进行火环？我不用看它，它的强度是相对而言。当时有一次使用一个假血和一个吕布和一个黄鹰单跳，他干瞪眼，一个帷幕直接把黄鹰打趴下来。你再怎么打，我一个手在，我倒躲在帷幕后面，你怎么就打不着我？这鲁肃和一个周泰的能力是非常恐怖，大家一定要认识到这个组合。如果别人打他的话，你看到他有个护区，就懒得打他，打他也没用，你打不死之后浪费一些手牌，还不如打在别人身上，是吧？鲁肃一个回合一个耗时，直接摸到四五张牌。如果没有手牌，如果有一牌或零牌的话，直接一个五张牌。如果不耗时，也摸两张牌，手牌基本上四五张牌。配合一个周瑜也可以。这鲁肃简直就是百搭神将啊！特别是在吴国中啊，配谁都可以，非常强，非常强。我现在才认识啊，这鲁肃实在太恐怖了。谢谢大家观看啊！最近视频还在保持一定稳定的更新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谢谢大家观看，再见。